白姐姐爆智慧搞乱娱乐圈，力数罪行啊！哇 ，super！ 做区议员嘅白姐姐真系事事关心噶，依家仲留意下娱圈。寻日就发现插依家圈中有人权力过大，我觉得曾志伟真系令到呢个娱乐界其实好混乱，同埋冇乜好嘢，同埋佢自己个人都系庸庸俗俗、粗粗皮皮，但系佢就好识做人，系垄断好多嘢。佢做咗嗰唔知十几廿年嗰啲掌门人啊，即系好恐怖嘅节目啊，又核突。又找啲女仔笨、粗皮、肉麻又唔好笑，同埋扮到古靈精怪，一啲都對個社會冇好嘅貢獻。又唔好咁講，話曬人哋都為過演藝人協會出力啊嘛。成龍同埋許冠文佢哋嗰陣時咧，都話 TVB 咧只要揾我哋演藝人協會嗰啲人去客串咧，每一次有600蚊車馬費。咁我哋初初去到係。是真的有的，所以那時候我都有去客串，我所收到風呢，志偉就說車給機會他們出鏡，我想問是不是給啊，到後期呢就600元變成100元，怎止啊，聽說幫他拍片連片酬都沒有的，但是有時呢志偉拍戲呢連100元都不給的，就給個利是，入面一張叫做無現金的暗瓦底知几多嘢，难怪力撑发多啲电视牌啦。